这个表现这么好，这么亲民，我们的立委，我们继续让他留在立法院，好不好？好。林昌佐不是只有照顾跟服务我们在地，那你乡亲，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在国会的问政，在立法院的表现很好的，他吼公民评鉴是第一名，阿玛西六度获得优秀的立委了哈，伊诶委员会跟我上有关系了，就是国防外交了哈，所以我嘛是感觉讲，就对就感谢对咱的国家的国防外交的政策的支持，所以我嘛希望讲伊会使继续留立法院，尤其是咱的国防外交跟总统上有关系的这个委员会来支持总统，大家讲好唔好？所以咱的林昌佐继续爱咱老路啊，对不对？不是干那咱要老，今仔日总统就亲身出马。各位，咱是咪用热情的鼓声来欢迎到咱的立法委员林昌佐。掌声。谢谢，感谢咱主持人葛龙吼，啊，咱陈金忠咱的总诶党首长。还有咱的周副党的，还有咱的郭总干事，还有咱现场吼，包括这几礼拜来吼，甲我做伙并肩作战，咱的刘耀仁议员、周威佑议员、吴佩益议员，吼，还有嘛特别拼来甲我做伙徛路口吼，咱的这邱泰源委员吼，还有咱的郑秋平这边吼，有咱的这个黄成国理事长，我们的这个徐国勇部长，还有咱的。即个严志芳，咱的即个资政，吼，也够有咱黄金顺，咱的国策，也够有咱的陈茂仁国策，吼，也够有咱姐姐吼在场。除了讲吼，咱嘉南镇的乡亲以外，嘛有咱为宜兰来的咱的江聪渊市长吼，啊，带咱的宜兰乡亲来。真感谢咱即个所有吼乡亲站出来，啊，今日来即个见证，今日甲总统做伙登来行愿吼。啊，我会记你讲。这个两年前，我甲总统吼，总统迄个时候问我讲，哎，若来咱这个万华地区吼，要来遮参乡，啊，应该来这个哪一个宫庙较好？啊，我甲讲吼，这个万华常常吼，南万华也被当成是艋舺，啊，其实吼，南万华是嘉南庄，啊，咱在地的这个信仰中心。吼，咱公教宫应该吼有机会，互全台湾的人拢知影。哦，阿麦公吼，刚才来到万华地区，来咱的这个龙山寺啦、秦山宫、应应，来到咱这个南万华的时阵吼，嘉啦啊，咱公教宫会当予更加侪人知影。啊，所以讲吼，迄届甲这个总统来咱的这个公教宫加参香了，阿嘛下愿，唔忙讲吼，迄届这个2020，咱的这个选举以及台湾的发展，拢会当有一个正面的这个进展。啊，所以讲嘛，足感谢咱回天大圣祖，甲咱保庇，吼，拢会当顺顺利利。那是干那保庇迄届选举嘛，大家嘛知影，这两年咱台湾度过足侪困难，啊嘛一来克服对无？所以讲吼，我相信讲，回天大圣祖一定会继续来保庇啦吼。咱呐拄着啥物款的困难，咱回天大圣祖一定会继续保庇，啊，好咱会当继续克服咱的遮个困难。啊，予台湾的未来会愈来愈美好。啊，当然伫遮啦吼，因为我即摆面对即个罢免的案，啊，对方吼常常拢讲咱拢无伫做服务，所以讲我嘛不便爱来讲一下。因为我拄好吼，即、這个伫咱公教宫吼，第一，我相信咱的乡亲拢知影，咱大大细细遮个参会我拢有咧走啊吼，绕境嘛有咧走。啊，毋但是安尼嘛吼，咱家己公教宫的咱的即个干部的税务服务。嘛是我伫服务嘛吼，啊，咱家己公交局进前，咱讲这个电讯像这个太微弱的问题嘛，是咱去服务，咱去协调，啊，加强他的这个电信嘛，啊，这就有的工课，但是大大细细，长组拢替大家来服务嘛，啊，唔难安尼啦吼，因为即马人讲咱无伫做服务，只好咱逐项都爱提出来讲，要不我嘛唔是遐尼爱电的人嘛，对不？要不做一个这个税务服务是我们的本职嘛，咱本来就是爱做的嘛，啊，大家有啥物困难本来就是爱做嘛，包括讲吼，进前我来的时候嘛，甲大家分享的，
总统来不是只有来挺长座呢，总统是替这个咱中正放假吼，包括在地的服务吼，总统嘛到协调。大家可能想讲，我伫外交国防委员会，甲总统会讲到的代志，已经应该是国安问题、外交问题嘛，那有啥物服务案件？我甲大家讲，总统的官邸的对面是这个，较早号做烟酒公卖局啦吼，即嘛号做烟酒公司，迄是百多年的古迹，啊，迄个古迹外口的迄个围墙。几落十年拢无修理，拢歹去啊！啊，咱在地遐文史工作者，大概拢会带国际社会吼，即个观光客来咱的城南，就是一颗嫩灯吼，去观光啊，去解说啊。行到遐的时阵，就有一个整个坏掉的这个历史的围墙，那会安尼呢？那几落十年无要修理呢？我起来了后，遐在地里长甲我讲吼，即、這个案件会当到协助无？我才知影讲啊，迄是因为总统官邸就在。公卖局的对面啦，所以讲有国安问题啦，讲要修理吼、喔，会去吼，即个伊会看到总统内底即个官邸写做啥物款，啊，惊去甲画图啦吼、喔，也是安怎？所以讲几落十年无，几落十年无人敢去处理即个代志。我想讲，这嘛是爱处理啊，吼、喔，大大小小的代志，当然我甲总统会来讲国安问题、外交的问题，但咱在地的服务嘛是爱处理嘛。所以讲迄个时阵，就拜托总统，吼、喔，啊，甲国安。团队来协调一下，哦，在没有国安余力的状况，把迄个围墙甲修理好，嘛修理好势啊。所以我想欲大家拍拍啊一下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咱这个服务案件吼、哦，当然不是厂组家己有法度处理啊。为里长、为议员、为跨区的立委，拢爱来斗啥？连总统我嘛甲拜托讲吼，这个在地里长讲的代志，你来斗协助一下啊，总统嘛。足一个欢喜来替大家解决这种问题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其实咱即几天啊吼，大家昨可能嘛知影讲哦，电视的说明会顶管嘛讲较足清楚，人讲咱无伫即个处理在地的服务案件，咱一件一件提出来讲，啊，结果嘛足奇怪呢，咱讲煞了后吼，因同款的攻击，也是讲咱无伫做服务啊，所以我说唔知影要怎应啊，因为咱一般是会想讲吼，即、這个若较理性。哦，你对咱有啥物批评，啊，咱就来改进。啊，你有啥批评，咱就甲你讲一寡事实。啊，咧，大家会当才会当，互中正房价较好嘛，对无？啊，结果唔是安尼呢，咱甲讲吼，哎、欸，其实咱服务足济6000多件，吼、哦，啊，是毋是讲吼，会当咱来思考看卖安怎更加好咧？结果吼，伊也是同我讲，啊，你拢无做服务啦。我说唔知要安怎应嘛，唔知要安怎，这真正唔知道，因为我知影昨昏哦，咱第电视说明会。我讲20多分钟的地方的服务呢，出去了后啊，钟小平甲我真正来无爱讲，罢免团体啊，佫提一个挑战书，顶官佫是写讲我无做服务，我讲我较硬气，我讲头先你有看电视无？我讲要半点钟呢，啊你无看，我说印一个足够的，我想讲是毋是字伤细，因为我冇答辩书，内底有要5000字，我是毋是字伤细？我甲用一个字迹20几字迄，逐粒字都遮大粒安尼啊。啊，印一本足大本的，吼，伊讲要无你阁会当阁看一届无？安尼吼，你若头拄啊电视无看，啊，但是我听讲今日嘛，还阁讲我无做服务啦，所以讲我这是安怎？我讲这是一个二职的罢免的这个原因，其实无要甲咱讲道理。你看黄杰、陈柏惟到今嘛，咱面对的其实拢同款。所以讲吼，我嘛唔忙讲吼，咱飞天大圣座，还阁咱所有的乡亲吼，咱正月生到即届。我们一起阻挡这一次二职的罢免，好、哦，阿兰迪台中赶快爱支持林静怡，因为这个不是为了这两场选举，因为咱二月初一都要过年啊，敢不是？啊，这年外的这的有诶无诶，这的爸爸一直甲补落，咱是够爱过年无啊？咱来好好啊过年，过年了后来好好啊拼经济，无采讲咱这两年咱的疫情收甲正好对无？咱好好来拼经济。今年的年底就已经还有一个选举了，敢有需要整年还在选举，一直罢免，一直补选，这样咱要怎么来拼经济，要怎么来较安稳来过生活，所以说、哦、大家收掉咱的中正房价，啊，台中林静怡可以当选，啊，咱就可以好好啊过年，啊，咱就可以有一个较平稳的一个整年，到年底再来选举就好了嘛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这几个月，咱要争一年来讲，咱才可以好好啊过生活，再拜托大家啦，吼、哦，多谢你，谢谢。谢谢，不简单吼、哦，啊，咱委员安尼，昨安尼甲说明吼、
规个万家忠诚，咱的乡亲大家拢了解，讲伊案件服务到六千几件吼，包括了咱蔡总统即马要来讲进程。各位，咱这两年来，咱疫情收掉了，无要紧了咧。上重要是啥物？富比士，离咱总统世界有233个国家，有81个人口，咱总统是世界女性100个上佳有影响力。为37名进步到第9名，有厉害无？有厉害无？台湾这两年来已经做6年了。各位，咱大家有感觉咱的国家加做庄严的无？来，欢迎着咱的蔡总统。咱恳求咱所有咱的广州公，咱的董事长，咱的陈锦章董事长，啊，阁有咱的党书、干书，啊，在现场我嘛看到这第一排是咱小英自由会，台北小英自由会咱的朋友哈，啊，我嘛看到有人摕宜兰相亲了，哦，这个从宜兰来的祝福了哈，啊，咱的江聪燕市长也在这里了哈。阿妈，要多谢今日做伙来有咱的议员，啊，搁有咱的立委，啊，搁咱小英自由会，咱的台北市的会长，啊，搁咱的总会长，啊，咱的哦，这大开了哈，这咱的徐国勇部长哈，啊，咱黄生国理事长，啊，咱的副董事长，啊，恳求咱所有咱来帮搞咱的好朋友，大官大好。好，我就欢迎个邓海兰的广照公哈，我阁会记得两年前来的时阵，嘛是这么侪人哈，啊，不过今天次序比较好，大家都做得很整齐哈，啊，我是看着大家我嘛就欢喜的，因为这两年来台湾经历了很多哈，啊，虽然讲迄个来了后，咱就选举，啊，选举了后，咱就连任，啊，咱的林昌佐也连任哈。啊，就是来不及卸票哈、哦，就已经有疫情就已经开始了。今年你来，大家都一起度过这个疫情。啊，这期间尤其是今年五月的时阵，我们万华受到疫情的冲击哈、哦。啊嘛，就感谢就是咱的广照宫，这个香火鼎盛的地方宗教中心哦，会使来保庇咱的万华，和咱。也是平安的度过这一次疫情的考验哦，所以担心就怕解怕感染的广照宫的新民，谢谢阁下。那是新民在感染波比了哈，那大家嘛是足团结的哈，来守住这个疫情的防线了哈。啊，今日过来嘛是赶快，希望讲咱的疫情能够稳定哦，那我们生活可以如常。啊，不过即马国际的疫情有较一寡较紧张啦吼，所以我嘛要提醒大家吼，我们还是要注意防疫吼，嘴暗爱戴好条吼，还要常常洗手。啊，咱的指挥中心吼，叫咱安怎做，咱就听指挥中心的指挥吼。啊，更加重要的，我要做一个现场调查啦吼，打过2剂疫苗的请举手。哦，没拜哦，没拜哦，没拜哦，好，谢谢。啊，打过3剂的嘞。哦，没拜哦，没拜哦，好好，跟怕破坏起来哈。指挥中心在甲咱讲，讲还没有完整打完第2剂的，要赶快去打。尤其是我们的老人家，75岁以上的老人家哈、哦，施打率相对比较低哈、哦。啊，咱厝的嘛是有老大人哈、哦，咱嘛是用。最好的最安全的方法哈、哦、让他们可以完整的注射2剂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啊，第3剂哈、哦、那时间搞哈、哦、咱都爱去煮哈、哦、啊，虽然说现在咱指挥中心说要隔5个月了哈、哦、啊，不过指挥中心随时都会跟咱说什么时候大家应该要去打疫苗，啊嘛希望大家说时间搞了咱就去打第3剂，安尼好不好？好、哦，这是足重要的代志，因为过去两年，吼、哦，咱的经济可以稳定的发展，吼、哦，啊，世界拢感觉讲
在这样的疫情肆虐的期间，台湾的经济还可以稳稳的发展，而且领先很多国家，哦，所以对我这做总统，我们感觉讲还蛮有面子的，大家觉得台湾表现得很好，哦，所以国际社会对我的肯定，不是对我个人的肯定，是对咱规个国民，我们所有的国民的肯定，所以咱家家己化解不阿好。所以今日过来咱的，咱的广昭公甲大地民，哦，就是来广昭公来祈求咱的、咱的生命继续来保庇咱，哦，予咱国家会使平安，大家会使健康，啊，咱经济会使继续发展，哦，啊，社会会使稳定，哦。讲啊，社会稳定吼，这段时间以来，大家拢嘛感受着，就是咱有几落个罢免案吼，反正感觉讲很纷扰啦吼。咱一方面要防疫，一方面要发展经济的同时，我们还要处理咱的这个罢免案。虽然讲民主社会内底有这样的机制的存在吼，啊，咱嘛爱来做一个。做几个熟客的施工，有人发动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有义务站出来，来遏止这种不必要的罢免案。大家讲好啊，唔好啊？啊，咱的林昌卓委员，吼，阮2016年开始就伫遮做咱在地的立委，表现好啊，歹，咱想知影嘛？大家讲是唔是？啊，咱海富啊，来听伊来讲。他实在是为咱的在地做足侪服务的啦，吼，连总统府都是他服务的对象了，哈，所以咱安尼仔细听他讲，就知道说他真的有在尽心尽力的为我们地方来服务了，哈。比如说疫情期间，他的服务就他算过防疫纾困这种服务就好几百件，高达900件的这个。在地的服务哈，啊，他做伊老公，总统府对面那个事情他也处理了嘛哈，啊，咱的万华的电线杆的地下化了哈，啊，还有一挂旧荒地的处理，伊拢有在处理了哈，所以一个表现这么好，这么亲民，咱的立委，我们继续让他留在立法院，好不好？好。林昌卓不是只有照顾跟服务我们在地咱的乡亲，一个很重要就是在国会的问政，在立法院的表现很好的，他吼公民评鉴是第一名，啊嘛是六度获得优秀的立委啦吼，伊的委员会跟我上有关系啦，就是国防外交啦吼，所以我嘛是感觉讲，就对足感谢对咱的国家的国防外交的政策的支持，所以我嘛希望讲，伊会使继续留立法院，尤其是咱的国防外交跟总统上有关系，这个委员会来支持总统，大家讲好唔好？啊，林昌卓不是干那讲咧，国会咧咱国内名，伊嘛出名出到外国去啊，吼，伊咱。近一段时间，美国举行这个民主峰会哦，他是亚洲唯一的国会代表去参加的，大家觉得好不好？啊，伊嘛咧国际上常常为台湾来讲话吼，啊，伊嘛接受很多媒体的专访，有一挂媒体吼，国际媒体来台湾采访的时阵。伊嘛是带因四界行吼，啊解说咱台湾人安怎来拍拼，啊上重要就是一定要带在外国的记者媒体来咱万华走一走，看看我们热闹的万华，替我们万华做国际宣传，大家讲好不好？所以不但是在地服务、国会表现，还是国际宣传。咱的林昌卓都表现得很好嘛，吼，所以即个咱面临罢免，我要伫只要甲大家讲，就是两年前大家选我，选林昌卓做总统、做立委，
我们要继续的一起为大家来服务来打拼。所以这次我们礼拜要投票的罢免案，是不是我们投下不同意继续支持林长佐，这样好不好？敬重一下大家，今天有比较寒，但是看到大家这样精神很好，非常热情，我的心情真的很感动，也很高兴。谢谢大家今天来这里，我们一起见面。那么，希望大家健康、平安、顺利。谢谢，谢谢，再次谢谢我们的蔡英文总统，谢谢总统，谢谢总统，谢谢总统。啊，下面请留步，来恭送我们的总统。来，站台话，谢谢总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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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感谢咱最最勇气时代，今仔日来到咱的林长佐道小厅，礼拜会记的，礼拜会记的去等，不同意罢免。不同意罢免，来感谢，感谢。哇，谢谢总统，谢谢总统。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来，谢谢，谢谢，非常的感谢，再次的感谢，来，感谢，来，对的。感谢，张哥来，张哥，张哥来，张哥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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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，各位，咱礼拜今日登票好无？有啊，感谢咱所有甲咱村的朋友吼，还有咱宜兰来朋友，上尾剩三天无够啊，吼，还有剩三天，大家都爱投票啊，所以讲吼，最简单的 A B C 也是甲大家拜托下吼，反对罢免都爱出来投票，啊出来投无同意罢免五字的，谢谢，讲对，内行的内行的，谢谢，非常感谢咱做这乡亲时代，因为咱的公交公的工资费也无够。咱的贵宾徛在外口，徛在等候，非常的无惊。感谢咱所有的媒体，感谢咱所有的媒体对咱长佐这种的关心。咱的乡亲，咱的乡亲，咱拜托一下，拜托礼拜，不同意罢免，再。